今日喺度好受欢迎嘅饮品，无论冷饮热饮，咸咸酸酸都好味解渴。今期我会将今日配热腩排煮成一道香酥开胃嘅餸，唔难噶。跟住以下嘅步骤，简单又好味，包保大家都会中意。首先将腩排洗净，用厨子吸干水分，然后切成一口嘅大细，同腌料捞匀，腌大概两个钟。将腌好嘅腩排均匀咁扑上生粉，炸到金黄香脆，捞起沥干油分，另备一只锅，倒入金蜜，加入一个份量嘅青柠汁同埋适量嘅水，再用少少生粉埋一个薄芡，腩排回锅，将腩排同埋金蜜汁捞匀上碟。加上裝飾之後，咁就食得㗎啦～